汪给杰克一块铁就行。喵哈，救我！喵哈，快来救我！喵哈！啊，他坐走了。啊，可恶！有没有木头？有没有木头？箱子里哦。啊，汪汪在汪身上。好好。这边安全区，这边安全区，他们那边不安全。木头，木头，木头只有一块而已。他们那边不安全。你刚刚打那箱子，你看一下物品。哎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看床上，看床上。我帮你做，我帮你做。你们先看那而已。就一个一个，杰克要。杰克，你丢给我一块铁，我没有铁。然后他们要过来，哎，有你在。有人，有人啊！汪汪汪汪汪汪！杰克，杰克，你的盾牌在我身上。杰克，你的盾牌在我身上。来来来，我丢前面，好，你拿。他们上岸，他们上岸了，他们上岸了。其实边界在左边呢、欸。对啊，他们在玩，他们在玩。有影，有影都在看我们，有影都在看我们。好哦，黄金酒三颗。小心呢？为什么有影不看他们，要看我们呢？我白痴哦！黄金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有一个有影，其实跑起来就好，跑起来就好。这有影真的很多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大家跑起来！Running， 跑起来就不怕了。太多了吧！用力的跑，小心峭壁！他们上岸了，他们上岸了。要围过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，我要死了！呜呜，为什么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在哪儿？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还是我叠高，然后打猪人。可以。不行啊，优野。对啊，对啊，战斗啊，战斗啊！在哪？海边吗？他们有钻剑哦，他们有钻剑哦。迷路了，我看到了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四秒啊！哇！哇！哇！我没做事啊。好猛哦！哇！杀了两个。哇！我的、欸、救命啊、欸！你们一定要去玩那个船啦！那船很好玩，超好玩的。我们一直看你们在那边载浮载沉，那船超好玩、欸，那个画面超花。我也要玩，我一直晃动，我没有玩过。你们也要玩，我们还想说打猪人然后垫高。啊，哈基箱子好开吗？哎、欸，不是我开的，是团团开的一个，真的是团团开到两个，两个敌人那个苦力怕、啊，我连续两个都苦力怕了，然后炸到你，炸到哈基，然后一回头哈基就不见了，哦、好爆米花、哦，我天啊，爆米花哦，而且你那个船盒可以跳到别人头上去，直接挤过去，对，超跳，好好玩啊，这个好多例子哦。对啊，好卡好卡好卡，该把历史超卡超那个。请问你在泛舟吗？这是泛舟哎，台风天泛舟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台风季节。哇，哈基哈基哈基，波浪舞。对，哎，应该传，应该传。哇少量随风飘扬，哈哈哈哈哈！一堆船在那边随波飘扬，真的，好好玩哦，好可爱哦！旁边种一些海草就更像了，一二三，呜、欸、呀！海草更卡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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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卡！啊，跳不上去，把荔枝小伙关到最少啦，对、啊，关到最少才比较好一点。嗯，等一下、哦，这个只可远观啊，只可远观。看来今天箱子大受好评，我们可以持续下去，继续用箱子。我觉得不行，就只有你会爆炸哎、欸。对啊，不行，而且还不是你自己开的，超难过，还不是自己开的最难过。还开的开心哦。嗯因为是炸到哈基呀、啊，难过。海船，海船，海船，随波飘摇。这是一个，原来是波浪船啊！地板有洞的地方，哦、中心也太坑了。一个下凹，忽高忽低。哦，怎么着？等一下哦。嗯嗯。
是不是弄错地方了呢？是是是是啊！我穿外套了，好冷哦。好，等团团我来抽奖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真的是弄错地方。弄错地方，你要抽奖了、哦，抽奖喽！那我要去追随你的台。我没追随。有啦，我今天还想问 Moco 说，你今天追你的这一周，这个月追随到了吗？还没的话，我帮你追随一下。留个扣打。好白哦。很白啊！起来，哎，一样开场就说好，即将有25个，好不好？尽管去拿。我看到杰克站起来转一圈了，交给你拿了。我去拿。嗯，你头上都已经有一个箱子了，不要再怕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为什么团团他开了2库里帕了？他没有分享。哈？哈？嗯。你有分享那个吗、啊？没有啊，不要，我要等到下一周再分。对啊，你没分享，所以你是说那口红的那个吗？对，不是那个，不是幸运三的那个，是可以额外获得幸运三效果。哎，对，我要把那个运气留到下周。这个、我昨天那个效果显著啊，没有，并没有。所以下次小雨就没有效果，没有。哦，那我知道这一周我会分享，那下一周我就会比较运气好一点。没有，我要下周再分享才会运气好啦。哦，现在分享运气就。没了，对啊，好，分享，哎，一样哎，完全没变哎，换颜色而已，哎，这也太分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变几个，哎，变一个，变两个，变两个，下楼，哦，水手节跟繁星。好，你们今天都叫水手节啊？水手节，已经放弃挣扎了，放弃了。他们都要我站起来转一圈。你干脆你今天站着玩好了啦。是这样。对啊。你拿无线滑鼠、无线键盘，然后终于坐在那个很累耶、欸。有没有？哦，哎呦，吓死人！降魔术。嗨，水手姐。嗨，木头林姐。你姐。闪电阿姐。啥位？欸，钻石？哦，箱子吗？啊？应该是吧。那我要去找箱子喽。好哦，我看到一个在树上的，我去找他。好，我小心一点哦。我去当天眼兵。啊，我当啦。我当啦，我的标题都说我想当天眼兵了、啊、呀！可恶，我的标题还债。我拿到了2颗钻石，5个铁钉。嗯嗯嗯，对耶，那我也开一个箱看看。哪里还有箱子啊？哪里还有箱子？箱子。箱子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先做盾牌啊？我这里有5个铁锭啊。好啊。那你们有挖木头了吗？来，有这里，给你。箱子，随风飘摇。嗯，哪里还有箱子？4个我做好了。好，来，可不可以帮我做一把斧头啊？斧头我还没有拿石头哎、欸，有石头，你在哪里？那你我们在山上。来，那下去一点好了。来九桃好利，桃利家。好好。可是我繁星，繁星过来，这里盾牌左边。我一个木头都没有。箱子。我也没木头了。这好难看哦。来 ，Aaron。第一阶段缩圈。找不到箱子哎、欸。嗯，这你都没看到吗？对啊，哇、哦，洞穴破音了。对呀，做个斧头，这高度好像也没值得探的。头做个稿子。
他在做什么？你们要不要钻剑啊？巧克力！来，我们来，就给你，快拿！前面而已，在哪里？底下吗？哦，底下。你们在好高哦！直接开打吗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等我们人到吧。繁星，你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看到了我就会跑了。来了，我在他后面。他只有铁装，只有。但我们只有盾，这个是假的，他在做假箱子啊！要追过去吗？右边还是右边？前面那边还有箱子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这边。然后还有箱子，看一下。那箱子搞不好假的，刚才到处放下假箱子。在哪里？哪里？嗯，我没看到人了。刚刚箱子真的吗？不信，我是真的。OK。啊，还是我看错，这是草泥马。咖啡色草泥马吗？没有啦，没看到了。没看到了。现在找繁星吧。我在前面旁边了。只是因为我也走到、哦、这里，他们在这里。鬼哦，要死我。不见了。那继续收资源吧。继续找。有人来要讲一下哦。好。有什么？铁锭、终极珍珠、苹果。我想说，应该会有蛮多箱子会在树上的这个地形。没什么看到。还是在另外一边啊。感觉树上会比较多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嗯。没看到。安全区内。这附近都是安全区，我觉得这附近的箱子应该会被巧克力收光吧，他都在这边了。感觉，嗯，搞不好他眼皮啊，也有机会啦。我看树上有没有没有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他都没有开到爆炸箱吗？目前看起来比较好。哦，我看到了一个。箱子吗？对。哦，在树上的那，要打掉还是要挖掉？打掉，只能打掉。可是打掉跟挖掉是一样吧？对不起，嗯，一样。苦力怕举盾。先走散了、欸，苹果都没了。啊？被我们走散了，没关系啊。跟繁星走在一起。嗯，往高处爬了。嗯，看到人就尖叫，然后往高处爬。嗯，叠高，赶快把木头赶快换成那些方块，直接往上叠。我刚看那个箱子。又是一个钻石啊！其实站远远的还好，它爆炸不会说。哦，嗯，哦，好多东西啊，有苹果了，七个金币。可以跑这么快？树上再看看，哦，是哈基，想说是谁？他至少遇到人啊！哎、这是谁叠的？前面喽，反正你前面喽，他们在前面上面一点的地方。坐标给够，看一下哦，-100，然后300，哪边？左边？山上吗？上面这个树上上面那边，我看到，他有哈，哪边？这个方向吧，300啊，你跑那么快？嗯。-100、300左右。他捡不铁，看能不能捞个。嗯，只剩一个。好吧，那算了。吃生猪肉。生猪肉不会有事啊，鸡肉才会有事。可是我没有猪肉。有看到他吗？付什么？付100、300。
他们在很边界的位置。嗯，我看到你们了，看到你们了。对面山上有看到吗？阿吉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不见了，跑掉了。变了。我快肚子饿了哎、欸。鬼。路上的猪啊牛啊打一打、啊。猪直接吃生的也没差啦。小猪，小猪，小猪。哎、欸，你没拿食斧哦？没有啊。还是你要用铁斧？拿个食斧吧。没有，食斧、木斧的攻击力是一样的。可是挥的速度不一样啊。哦。也是哈、哦。啊、哦，是食斧，食斧跟铁斧是一样的啦。我拿食斧了。嗯，哎，铁我有三颗了，四颗了。我刚丢给你的。刚刚那边有岩浆，看要不要回去捞。我去捞岩浆。嗯，我看到了，他们在对面山上。哦、巧克力团团喵哈，都在一起。我在很高的地方。有，我看到你的 ID。